优米啊。你好，我们今天画什么呀？我们今天画刺猬，因为春天来了嘛。和小姑娘，和画秋千。画什么呀，后面就是画一点小树小花，因为它是在花园里的，那花园是没有围栏的，直接前面就是一片树林，里面住着大灰狼大坏蛋。哦，你要不要画一棵树？你要不要我教你画一棵树？后面躲一个大灰狼啊。好的。哎呀，米娅这个也很好，米娅今天这个画的很大方。哎，然后米娅。米娅，拍张照片，把你的画给我啊！Good night, 米娅。Good night. Good night.